亚伦这次受邀到了浪漫之都巴黎来参加时装男装周哦。那当然嘞，他穿了非常非常多套非常 fashion 的衣服，征战了每一场的秀场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到了世界最大的博物馆，就是到了罗浮宫来朝圣。他自己也信心满满的说，这趟旅程真的是非常的有收获哟。人气男星炎亚纶日前受邀飞往浪漫之都巴黎，第一次到巴黎参加时装周的他心情雀跃，也带着学习的心勇闯每个秀场。一抵达巴黎就展开忙碌的看秀行程，炎亚纶完美驾驭每场秀的不同风格造型，大展时尚品味和态度，在欧洲依然超受欢迎。现场的国外媒体摄影师也不停地拍照捕捉，让炎亚纶登上了国外媒体的页面。另外，炎亚纶也受邀参观品牌的 showroom， 让他大开眼界之外，也认真体验设计师品牌的精神与设计理念，让他收获良多。而这趟巴黎时装周之旅，炎亚纶除了征战各大秀场之外，喜爱历史文化的他也把握机会，前往世界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罗浮宫朝圣。惊人的馆藏让他下定决心，之后有机会一定还要再来巴黎造访。